然后几个浪加固啊，大家好，我是阿美影团队，我是小谢啊，下午要用中文报告了，切换一下啊，这是今天成果之一，就是我们有了新的 logo 设计，那谢谢子龙，那想跟大家看一下，想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 logo 设计的，就是参考。那左边这个是阿美族的情人带，然后它代表就是文化传承的意思。那右边是帽花，帽花就是缤纷多元的一个代表，所以呢，我们右侧那个就是帽花的形象，然后左侧那边是情人带，对，然后非常感谢子龙帮我们做一个很漂亮的 logo。那这一块是今天我们让伯利亚潘世光神父的阿美语汉语字典开始做第二次的校对，之前有做了一校，那这次做二校。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就是回家之后也可以来阿美萌店，右上角帮校对按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那这边会出现词，最下面，下面后面朋友们看不到，不好意思，就是最下面是它原本图档里面出现的文字，然后帮我们看这两个一不一样。它可能是空白，就选这是空白；图片不清楚就不清楚。但如果说打的不一样，请帮我们。修正之后送出，对，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做二校。那这个是刚刚的是，这个是阿美语汉语，就是伯利亚潘世光神父了。然后这一个是他的阿美语法语字典。然后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法国的朋友 Fiorella 帮我们做法语校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TG Bot Telegram Bot 复活了，然后我们想要使用的话就去 Telegram 找这个账号，然后有问题的话就欢迎来就是 email 跟我们做回报，我们会做就是更新。对，坑主是 Mielski。 后面两块是就是今天在整理中但还没有上线的，就是我们目前的阿美语萌点网站上面的 Powers 资讯还是放萌点的，然后我们想要只有一部分是阿美语的，那我们会把它重新做梳理之后更新。第二块是我们从蔡中涵博士那边拿到了他每个月会回去阿美语，他就是他的部落去收集跟校正他的字典，然后这一次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所以。我收到了一批 DOCX， 那感谢 Ronny 就是先帮我用 OpenOffice API 转成了 HTML， 然后接下来会做 parsing， 然后把红字就是需要更新的部分，把红需要更新的部分拉出来，然后再转成 JSON， 让网站还有 App 可以更新。对，那以上是今天的成果报告，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用。